在湛江里向跑，我们不买他的账，给他打了跑。我们在当时看的时候真的高兴啊，国家需要我，是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，我们对不起国家。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，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。健康快乐超自信，这是国家重阳梦啊，这个梦就大家都要覆盖全球梦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